布鲁克林学院是纽约市不可或缺的公民、城市和艺术力量。我们的校园是美国最美的校园之一。我们的课程将带您从美丽的校园走进美国各地的科研实验室、公司以及艺术和文化社区中。我们认为，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为迎接全球市场的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我院开设有创意与视觉艺术、人文学科、社会行为与自然科学、教育以及商业领域的120种本科和60种研究生学位优质课程，以及一流的专业预科课程和职业课程。凭借于此，80多年来吸引了拥有各种背景、积极上进的学生来我院学习。我们的教师队伍由著名的学者、专业人员和艺术家组成，培养学生在毕业后成为各自领域的带头人。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处热情欢迎八方学子，并因此而倍感自豪。服务处为国际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确保学生顺利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和新环境。此外，我们还组织特别活动和讲习班，让您能够更好地适应纽约和美国的生活。你好吗？我叫 William， 来自法国，我在 Brooklyn 学习。我叫 Ryan， 我来自美国，我在 Brooklyn College 学习。我叫 Joseph， 我来自纽约，我在 Brooklyn College 学习。欢迎您来 Brooklyn College。Brooklyn College 欢迎你，欢迎你们来 Brooklyn 学习。